去木栅动物园班游，然后我爸爸会跟着我，只有他们两个去。为什么？你帮我录音吗？我收费很贵，假日算加班。嗯，好啊，爸爸跟妹妹好不好？爸爸。是啊，我在路上都尬聊。各位来宾您好，欢迎莅临台北市立动物园。好，从前面对我们，那可以请爸爸妈妈跟家长到后面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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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去啦。来，女生背上，我们让女生先走。因为女生都没有问牌。哦，这里刚刚好。小朋友好了。我只要拍手。抱抱。幼儿园的不用，然后剩下我们大人也要抱抱。可以帮我撑一下。哎，我也很热嘞。你太高了。我要跟他做那个。你自己逛。哎，我跟他跟妹妹一起走哦，好不好？不要，你要跟着我。为什么要跟着你？因为你要帮我拍片啊。没有啊。一定要啊。对啊，我同事也说了。你第几组的？第五组，他跟我同组。小心哦！从那里啊，两个。妹妹自己投，练习自己投，好，投进去。小红嘞。灰狼啊！灰狼啊！哇，酷哎！拍小虎，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 ，OK。请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在摇晃？你是不知道吗？这边太暗了。现在要干嘛？现在要来答案。找答案。问题是什么？企鹅。我们来看一下吧。我们来看一下问题啊。企鹅是不是鸟类？是。企鹅馆内看到的企鹅。黑角企鹅，企鹅潜入海中，最深可以潜几公尺 ？Go。下去哪里？爬虫。有吗？在哪里？那木头啊，真的是木头啦。没有啦。我都没看到。那是木头。有看到熊吗？那个。有有。这里。好，再过来。好可爱。
熊。现在是去什么馆？猫熊。对。爬虫跳。爬虫还是爬虫？我没有赌啊，帅，变色龙哎，帅啊，哇，打哈欠，好可爱呀，这位很可爱啊，很可爱啊，哎，你看我一位，你对他做作业很好用，哎，你们是要去找答案的，好。可以。要坐游园车去猫熊馆了。感谢唱歌哦。馆内保持安静哦。有没有他跑过来了？好可爱哦！结果你拍到他。拍到大屁股啊！他屁股最可爱啦。哎，等我啊！哇，怎么还有啊？完全无视他老爸在这里。为什么别人把这个是熊花会有乳白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为什么身上是白色跟黑色啊？这问题问得好，中文派去找吧。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你跑？嘿，再来要打了，拖把，好。然后他就用那个拖把把它拖下来。娃娃上厕所，娃娃都是直接抓起来，然后把它捏死。宁宁他阿嬷以前看到小只的老鼠，直接用脚把它踩死。哎呀，好可惜，什么？宁宁他阿嬷看到那个小只的老鼠哦，刚出生的用脚就把它踩死了。好，我也是，我看到。蚊子的小宝宝就用手这样咬它，这小宝宝都怎么样？老鼠嘞，踩老鼠嘞，那然后玲玲她阿妈看到蟑螂是不好意思讲，我不好意思说她直接用手把它抓死。我阿妈也是，然后抓起来
就直接把它抓起来折两半。是啊，太狠了吧！你们再就夸张一点。我阿妈都是把它抓起来捏捏捏，然后把它再放地上踩踩踩。我阿妈以前她是养蟑螂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反应有啦，你们越讲越夸张了。不能超过老师。可以吗？来，我们现在派人去超过老师，好不好？三个了，他们三个了。我看一下小强，我就这样。那如果你看到蛇嘞？真的蛇，蛇很可爱啊。大便了。耶，好恶心。那里有个。哪有你们最喜欢玩大便的？你们我不知道。你们平常来动物园不会去玩大便吗？不会。我会。明明就很喜欢玩大便啊。钻进大便里啊，多恶心啊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